莉莉小姐，你好。干嘛这么看着我？我变了吗？这么长时间，你上哪去了？没那么长时间，一个星期而已。哎，你终于出现了。我路过这里，正好来看看你。你们？那，你不打算在我们这儿做复健了？吕教练，哎，你好。在吕教练的帮助下，我好的差不多了。吕教练，那您说，我还要来恢复吗？你觉得需要的话，随时可以回来。哦，到那边去做吧。你这几天都去哪儿了呀？哎呀，一回到这里啊，就有回家的感觉。是吗？那太好了，来，过来坐。你没来的这几天，我一直在找你。国亮，我妈前几天说的那些不好听的，我希望你别放在心上。自从那天开始，我就一直在责备自己，我觉得是因为我才让你受到伤害的。不是我的一些私事，所以才没过来，让你操心了。真的？哎，对了，那天我看见一个人特别像你爸爸，我还追出去，本来想问问你电话的。你是不是撒谎了？撒谎？撒什么谎？那天我在银行看见你取钱给你父亲，他还要不停地给你鞠躬说谢谢。你们家的礼节可真奇怪。吕成，人家什么礼节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还有你腿骨的 X 光片，你明明就是撕脱骨折，按照我给你治疗半个月就可以康复了，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拄着拐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吕成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还有，你一天到晚给乐乐送吃的，说是你爸做的，其实我一开始就不相信，你一直在欺骗他，你在欺骗一个单纯善良可怜你同情你爱护你的女孩。怎么做你不觉得你很过分吗？我没你说的那么过分。其实我从一开始就已经发现你用种种欺骗他的手段在勾引他，只不过你不高明，而且显得很拙劣。我没恶意。没有恶意的欺骗难道就是好的吗？你在欺骗我们大家所有人。你实在太过分了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。乐乐，我是在教你看清楚一个好人和坏人啊。用不着，我用不着你教我分清什么好人坏人，我用不着你用这样的话来羞辱他。乐乐，你不要因为一时的内疚而忽略了其他东西，这个世界是很复杂的，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单纯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们两个还是别吵了，我看我还是走吧。哎，你不许走，这是我开的店，我让谁留在这儿谁就得留在这儿。